浴火熔炉，使用未知技术改造的特殊武器，可怕的炼狱之火可以将整个战场点燃。在生化大灾变模式中，炼狱之火在造成爆炸伤害的同时，会对其中受到攻击的敌人身上生成一个标记，等到达标记时间，火提前右键引爆，会再次对标记玩家造成范围爆炸伤害，同时标记将传递到附近其他幸存敌人身上，继续等待引爆，直至附近再没有可以站立的敌人。这把充满暴力美学的武器，你们喜欢吗？